啊，老板娘，你说苦的吗？是的了，爷爷是受苦的呢。是苦的。哎，你叔叔拿什么苦的？我有苦的，也是那个看到，也是那看到一个，我又没几十万可以打。这也是那个，他说一看几十万的。啊，他一看你那时候好多一打。哦，他这个爷爷送苦的过来，看到没？他是，是有几十万的啊、哦。我们看一下里面值几十万的是什么东西 啊？就是这个香炉。液台杯子啊，哎，几十万，这么贵吗？因为也是那个那个别家过来的话，一个顶几十万个，看人家说好多一大。哦，那我是这样子啊，如果值几十万，我就值几十万；值不了几十万，那我就只能按我的价格来收，好吧？好嘞，好嘞，一点一点。这个是个香炉啊，狮子捆球的。蟒宫，而且它是高浮雕的，这是小耳针，下面是三足顶，也是，都是高浮雕，它工艺还是挺好的。这边边是莲花形状，而且这里有，鱼发龙，是像那个狮子滚球，又像麒麟这个形状嘞。嗯，那里面有很多的寓意，很多形状，啊，这三足呢，这个三足的地方也是狮子头一样的啊，这绝是高浮雕。你看这个象啊，就是太平天下的意思。嗯。哎，好高，哎，跟你好，绝是。这边我的摘的话，用木梅了不？用木梅啊。哎。木梅呀。我没得钱运的，我用梅。没得钱运的啊。嗯。但是你看一下那个。啊，这个好厚实，难怪有鸟金多啊，鸟金四鸟，鸟金四鸟六，这是铜的，嗯，东西还是完整的，真是好的呢，你好铜，黄铜，哎，黄铜的，就是上面有一些那些，一个不然我们搞的，我估计这一万一万一千的，啊，一擦一下就黄，啊，但是这上面还是掩盖不了这些使用的痕迹，嗯。那些布布折折啊，嗯，这个杯子呢，这个呢？这个杯子是这下面有款啊，当今乾隆年制，当今乾隆年是年制的，这是胭脂痕的，胭脂痕的山水举人杯，这里面也是胭脂痕，这个外面这个地方它有一层那个，看一下宝贝，这个宝贝，哎，它有一层那个描金。嗯，描金了啊，这个形状啊，是属于举人杯的。哎，你这杯子是好杯子。哎，是一对，这里是一对，这是底部，也是大清乾隆年制的。哇！这个上面也有描金，嗯，金光闪闪的啊，这里面也是山水。这是一对举人杯。这块硬牌嘞？这不是硬牌，这是一个。液台掌上液台，它是在掌上玩耍啊什么的，然后也可以写字，也是一个文人的东西。这个是也是一条龙啊，哎是龙，哎是高刻雕刻出来的啊，这是黑玉，是玉。这个早正了做，哎，咱那个说王冠的，但他那是还有一点那个。拐卖一个拐卖，他已经卖掉了。就是像这些东西是吧？这个问题。这个它的组织原来是。这个要组织移家来的，移家是放到这里，我来把它。嗯。把它这个。嗯，现在是没钱，就是把它准备卖掉。是这样，爷爷，我给您出个价，这个香炉，因为它我看了一下没有款，只是它是清代的一个工艺很好啊，打造打用黄铜打造的。我给您出3000块钱，这一对杯子我给您出1500块钱一个，就4000了啊。这个我给您出600，4600块钱。4500块钱。嗯嗯。4600太少了，还多了点。还多加一点。哎，也就搞一个1000块钱了。还加1000块钱，那加不了。我给您一个整数5000块钱，加400块钱。好好说说，我买不到过了，我拿。等于这加400，等于这个这个加100。这个等于这个加100，就是200，
这个加200，加400块钱，好吧？也是。整数加200，加100，加100。好了。等于是这样，好吧？好。有的。那5200。好嘞。感谢了，祝您老人家身体健康啊！好好好。